欸，我就发现这套东西其实是可以长时间的为现代人服务，而不是只是一种很单纯的传统器材，包括舒压啦，包括精神集中啦，甚至包括现代人很需要的情绪管理，所以我们才想要把传统射箭里面的这些精神的部分带回现代，然后赋予它现代一个新的意义，让这项传统的东西能够在现代活下。